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周董二，欢迎来到我的手游实况。那么今天呢，这个金主爸爸比较特殊啊，是这个4399啊，4399公司出的一款手机类射击游戏啊，手机射击游戏。4399以前是做什么游戏来着？好像是都是网页游戏吧。然后今天我就这个手游叫做这个英雄枪战啊，英雄枪战啊，不明思义，就是一款 FPS 的手机射击类游戏啊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封片上面这个天使啊，像天使一样啊，现在还在汝窑。这个感觉，这个英雄应该是个金属质感的角色，为什么这会有汝窑呢？啊，明显是一种新型材料啊！啊，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游戏啊，这个射击类游戏，我看上面有英雄艾伦啊，艾伦拿把枪啊，红发小帅哥啊，那技能啊，战术冲刺、生物治疗、粒子飞弹、火力全开。76是你吗？那不就是法基吗？克拉克50以当，玛雅。刘嘎巴戴克勒克哟，这变性了呀？怎么都？明显是岛田家族的人啊！明显是岛田家族的人。好了，这个哇，这不是就是杰兰特，就是这个就不叫吃我一锤了，吃我一剑。DJ 跟老母鸡去学了一些东，学了一些技巧啊，改行了，决定啊，觉得学音乐治不了队友啊，救不了队友，学音乐救不了队友，还得学枪法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应该是路霸啊。好的啊，那么一共十个英雄，我们体验一下，我们看是不是这个样子的啊。快速匹配，这个 PC 游戏我一定要出一个手机版的啊，手机版的哈。我们决定用这个本命英雄克拉克，啊，对，克拉克，这难道是伊利奥斯吗？啊，射击，啊，我爆头，抛掷，你们有几个？一起上好了。这个这么音效就跟麦克雷一样啊。哇，这么肉，这么肉，你这么肉，肉晕，哇，好硬啊，贼肉贼肉，哎呦哎呦，怎么的小伙，怎么的小伙，哎呦，这大宝剑好厉害啊，对呀，这音效双杀，哇，手机游戏玩 FPS 游戏，那个玩 FPS 有点喜感，我吃我一剑，华夏第一剑，你跟谁吃我一剑，决斗啊，不是五十一刀吧？应该枪枪爆头，哇，我屌的不行啊！哇，屌的不行，厮杀！哎呀，哇，哥，我怎么还瞬移呢？哥，我操，他妈屌的不行！我就看他为什么会死啊！啊！消灭，只有我能击败自己，没错啊！消灭我的是我的手气。这个右边这个卡牌妹子啊，我看这什么颜色？没有蹲的哈，这个不需要蹲，我就跟这个大白腿走。大白腿，黑色小内，黑色安全裤。艾伦，艾伦，叫！好，抄！啥枪法呀？这是加十，哇，对，必须加十。为什么这歌这么屌？为什么他这么屌？他跳的时候还能开枪？为什么他这么屌？我操，他是怎么做到的？我觉得要是能拿鼠标玩这个，我这真的破坏平衡。哇！这个艾伦好厉害，我换个英雄吧，换一个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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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丢。花下第一剑，我晕了，就加血，就这么弱，就我操，哦操，哎，他是怎么做到的？一边跳一边开枪，我想试试，我也会啊，这手机还带自带自瞄哈。加血！我看见你了，选择我的英雄啊！我看啊，我用这个大宝剑试试。
我觉得这个应该很牛逼才对啊，尤其是这个手机游戏啊，大家射击能力都这么差。我重击，哇，这可是守望里没有的。吃我一剑！我错了，没有奶妈呀？怎么没人奶我呀？怎么？个雪的地方啊，好像都很眼熟哈。吃我一剑啊！让我看看你的内裤，黑色的。还有谁？吃我一剑！正义必胜！我靠，大空了！吃我一剑，华夏第一剑！吃我一剑！都不占家的，我操，哪儿了？吃我一剑，华夏第一剑。好，我们接着打啊，这回我这个多了几个新的英雄啊。然后那个，由于我刚才这个录我们家摄像头炸了啊，所以说这个现在就看不见我的头了啊。我们玩点新英雄啊，没玩过的，这个先从这个亚飞开始，飞亚对不对？飞亚，很这个名很好写的，飞亚，飞亚，飞亚，你我就是我的骄傲。下一个，一对克拉克就被我射死了啊。看下面两把，飞啊飞啊飞，给我站路啊！啊，这个法器很牛逼啊，飞啊牛逼啊！这个上去之后就下不来，这个无限悬浮啊，屌的不行！飞啊飞啊，我的骄傲！解锁，我的骄傲！贴脸炮，贴脸！这名是不是故意这么起的？飞呀！要不就是什么吃我一剑，我下第一剑、毛叔啊，毛叔跟强了，毛叔很屌。哎呀，这是我的脚。什么技能？这有个大锤。我操！这太屌了你、啊！能量解锁，你也太屌了，我大了，好大！天降雷电，全空了，下去吧，傻逼！有草草，一枪一个，能量解锁，哎呀，晕了我，哎，孙子。我操，要死！哎呦，好多人！错了，吃个血！哎，妈的！啊，这手机游戏就是这样，妈的！碰什么攻击啊？我就想转个视角啊！我咋的？好疼啊！我贴脸炮，好牛逼！我这波反杀很强，稳住，hold 住，我就在这蹲他。解锁，我就知道你在这儿，哎，人剑合一，人剑合一啊！我再换一个啊，是我的使命，换半藏啊，女半藏 ，nice， 女半藏叫什么？叫这个玛雅，能上能倒钱不？哇，倒钱，哇，行，我这什么时候找？嗅到猎物了，这个侦察剑是啊，全球亮啊，这个是，哎，厉害，这什么，这肯定是分裂剑，爆炸剑，嗅到猎物的味道，四秒半炸。哎呀哇，这半藏挺难用的，有点难用啊，没那么容易用啊。岛田家族，哎，怎么上来就掉血？流星一闪射，
别指望我会射空，别指望会射空。哎呦我操，你抢一个，妈这局要输啊，被碾压了，是不是狙击手太多了？玛雅换了吧，能赢？怎么没人跟我说这个呢？要不我换了吧，我换了也赢不了了呀。那是个元士啊，女元士，这是飞镖啊，这隐身是什么？绝不手软。这是，我的 fuck， 这上就有个大隐身。绝不手软。我操 fuck， 绝不手软。彗星一击，谈不了这个。哎呀，哎呀，绝不手软，去，我会上空。哎呦哇靠，等一下等一下，我有大了，这波可以赢，这波可以赢，我偷袭一波，先翻过去，对，这个隐身，绝不手软，对，进去一刀，牛津罗罗克勒，无路可逃啊！死亡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怎么死啊？这就是那个查耶塔，很猛的，很猛，差点就猛，攻击极高，咻，你这几下就给你点残啊！会变魔术，会变魔术，魔术，我这啥？真的？这个内裤颜色还不错啊。我到底是谁？我他妈我哪知道？这命中率也太差了吧！还不死，糟了！看来学魔术救不了人啊，学魔术救不了人。我好像没给队友加过血，当然救不了了。幸运观众，哎，抓我，抓我！这么多人啊！还不死！人家不要学魔术了，人家算了，我先去月吧。女 DJ 啊，加速！看这个 DJ 能滑墙不？稻田家族的，不是。我他妈！稻田 DJ， 我靠，这他妈太厉害了吧！这个英雄直接就把我秒了，我靠！铁六！奶得过我？这么多，我走了。走你妹妹！走你妹妹！算了，不玩奶妈了，我换一个，我换大宝。你们会打大宝吗？大宝可厉害了，为什么转不了视角？斩立决！奔死你！让我看看他内裤。没对过他，加血，血加没了，抓一个，去，什么玩意儿？老子四个黄金啊，所以说这把不背锅。好的，感谢大家收看今天这段话为您带来的手机游戏实况。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游戏
是否感兴趣啊？如果感兴趣的话，也可以去这个苹果商店去搜一下啊，英雄枪战啊，大家也可以体验体验啊这个游戏啊。手机版各种各样的端游啊都会移植过来，我觉得以后啊未来不管什么游戏火啊都可能移植过来啊。好，感谢大家收看今天视频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